大家好，我叫 Arfan Rifa， 我是马来西亚伊斯兰科技大学三年级的学生。我的硕士主证是119046。我是 CPI Aisha Binti Muhammad Rizwan， 我的主证编号是12-12998。Hello Aisha， 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Hello Arfa， 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听说你刚放假回家，你在哪里度假？我和家人去韩国的家。你在家这里做什么？我和家人开车去马六甲度假。你们去韩国怎么样？我们坐飞机去韩国，我们去的家乐福店。你在马六甲度假多久了？我们在马六甲度假了3天2夜。我们在马六甲的时候就在这家酒店，他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好。你们在韩国的时候住在哪里？我们只在首尔明洞的一家酒店，酒店干净和漂亮，我们的房间可以看到韩国的美丽景色。你们在马六甲做什么？我们参观了历史名胜、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去马六甲动物园，和乘船巡航马六甲和冰烧奖。你们在韩国做什么？我们参观了要吃的地方，吃了美味的食物，了解他们的文化，并朝向供你查过。我们有自由钱，生了一世清北公黄冈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和朝鲜时代生死士伪装师的空丁史外和银流念。哇，你的家境真有趣。我们有机会参观了马来西亚著名的博物馆马六甲博物馆，我可以看到千年的历史资料，我获得了很多关于历史的新知识。啊，我应该在自己或者马六记度过一个家庭假期。看起来我们躲在国主的家这里游了胜利天，对吧？这是正确的，我真的很享受这期经历。好吧，我想我现在是要回家了。再见。再见。